有的人生一旦被定义，就很难改变了。好，回归，别再打微笑的主意了。大家都在成长，就只有你还活在一起。所以回到过去，找到问题根源，就一定能改变未来。把你认为困扰你人生的所有问题，都写在黑板上。妈不在。妈，咱们家能养一条狗吗？我们家只能养一条狗，是养你这条狗呢，还是养别的狗？自己选。你没有零花钱。妈，你还要双跑鞋啊？你长得就像跑鞋，你还要什么跑鞋呀？老师不喜欢你。刘大志，你这个头是被狗啃了还是被牛舔了？看见这苍蝇多的，我洗了去。男同志，刘大志，你真的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丑。女同学不喜欢你。这数学课啊，还是做烂你躺地上舒服算了。你看这样的青春你还想回来吗？当然。除了老师是谁？你还会做老师？都是假的，毕竟是为了你留住。你就是我重点监视的对象。因为你是一坨连墙都不想上的烂泥。你到底还是不是人了？我甚至都在怀疑存在是个错误。这种不被全世界信任的感觉，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那你还选择回来？大志呢？大志啊！大志！人生当中都会遇到很多人，要学会跟自己和解。单纯的面孔才是我们青春里最真实的写照。我留下来了，我今天好开心啊。9月9日，和我们一起十七岁。我在未来等你。